有钱了不起啊！赵二百，还你。赵二百，拿去干洗衣服。何必呢？滚蛋！何必像刺猬一样呢？本宫天生就这么牛气，怎么着吧？ 小顾，小顾，你是不是喜欢这家伙？就那边。嗯，大家，你发代价了，来。我观察到了，就你到这会儿功夫，你秒了他六次眼，你还故作风情的撂头发，现实的挺凶。Hello。 你是不是喝糊涂了？错了，今天说成不好。那你也错了，是那人喜欢我，你得罪过他，所以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哎，你俩有点无聊啊。我敢跟你们两个打赌，是他喜欢我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刚才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是偷瞄了他，但那纯粹就是观察，因为我早就知道了，他。 在跟他对面那个女人聊天的时候，时不时他的眼神，就会投放到我身上。证明。你看啊，他们呢是一男一女，通常在这种情况下。 男方绝对不会主动向别的女人要电话号码，但是我就可以让他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。顾小薇，你给我听好了，那个客人以后要再也不来的话，我找你算账。放心吧，不打不相识，我保证他以后天天在你这儿起密。 放心吧，朱总，这只是你前妻请的私家侦探，不算什么危险人物，派出所会处理的。总觉得有个人影子不要跟着我，又不知道干嘛，弄得我提心吊胆。谢谢你，不客气。 酒泼我脸上一句对不起都没有，活该！对不起。晚了，你弄花了我的妆，弄脏了我的衣服，你看见没有？染色了，洗都洗不掉的。如果你不觉得被冒犯的话，我可以赔你钱。你除了钱还有什么？我就那么不被重视吗？
铁打的。 还好你是陈道金，没伤着骨头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很不错。有事儿没事儿。多给你几句赞美的话没坏处吧？那个，我得跟你解释一下。 那个男人是我前妻派来跟踪我的，当时那杯酒呢是要泼向他的，结果正巧的走到中间。抱歉啊，我年轻的时候也野心勃勃，觉得为了事业牺牲什么都不为过，包括爱情，所以就托人找了个有钱人的女儿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没有爱情的婚姻。 真的很惨，关我屁事！前年我从北京过来开厂，事实分居满两年，就误伤打哑的离婚了。别这么看着我，工厂是前妻家里投的，离婚了他也想控制我。干嘛跟我说这些？你跟我年轻时候很像，浑身长刺儿，我一直弄不明白，究竟是为什么。 后来我懂了，就是缺爱。没有感情，就没有温暖；没有温暖，就会故作强悍。所以，趁着年轻，别混，别跳，也别嘴刁，看着有感觉的就赶紧去恋爱，不管结果成不成。这是一个过来人的忠告。去你大爷！ 若有异常，请打我电话1390。切，弄得跟贴心人似的。 那么懂事的话，昨天晚上就应该先把我送回酒吧，当众献花赔罪，然后再掏了全场的单，害我那么没有面子。一锅汤就想把我糊弄了。 老朱，我现在在G5咖啡馆，麻烦你温柔体贴的过来接我一趟，咱们两个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你工作那么忙，干嘛还要专门跑来接我一趟？沈宇又不是什么外人，我们两个聊完天，各自打车回去就是了。
不是我说你啊，老朱，你挺大一老板，没事就溜出来找我，让手底下的人看见了不好。我知道你是体贴我，可是很多方面那是没必要的。要是耽误了什么大事儿，那我不就成了红颜祸水了？我错了。谢谢你帮我打了个平手。这样不会觉得无聊吗？打这种仗，女人从来都不知疲倦。上车吧。老朱，我想去你家。这是我租的一公寓，离公司近，中午回来可以睡个小觉。我不大敢请女孩去我家。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我们差了一个时代呢。你说的，遇到有感觉的就赶快恋爱，甭管结果成不成。小薇，我们做饭吃好吧。你饿不饿？不好意思，我还在战争的情境里。您找谁？朱铁四，是我前夫。很亲密啊。我跟老朱什么都没有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我信。那你可是，我要是不说的话，谁会信呢？都是女人，我就不绕圈子了。朱铁四，他把北京的那点产业都给我，自己跑到这儿来办厂子。他以为这样就能跟我划清楚界限了吗？要是没有我，怎么可能会有他今天如今的成就，如今的人脉，如今的资源？要是把他打回解放前，他顶多就是一个混机关的。他跟我分得清吗？
你没有必要跟我说这些。当然有必要，大家都是女人。我得给你提个醒，你可能得另做打算了。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：一，放弃他所有的产业；二，跟我复婚。你说，不论是哪一种结局，你是不是都应该重新做打算了？我现在相信了，你们之间的确没有感情。所以我们之间更像是曾经的生意合作伙伴，而且没有孩子。我欣赏你的犀利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的这种犀利对他是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你很爽气，但是我也要提醒你，你的爽气配上你这张脸，半点女人味都没有。好，人也认识了，话也说了，我该走了。照片送你了。你们没有感情，你会接受他吗？女人打仗为的都是一口气。我知道你现在更需要我的陪伴。为什么？不合适。老朱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保存事业和爱情，你选哪一个？我更希望能打破这种二选一的结局。如果只能二选一呢？不知道。你留下来，至少我赢了。什么？滚！江总难得从北京过来，这回啊，我可得好好陪你玩玩。那就辛苦你喽。嗨，这有啥辛苦的？别人想辛苦，还没这个资格呢。太客气了。上次跟你谈生意那事情，活也不问去死吧！别仰着你那张麻将脸就做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，你有什么可得意的？一个没有人爱的女人，你很得意吗？要换作是我的话，我早就拿根绳子上吊了。你让开，别碰我。长得丑是你爹妈的错，可是心眼毒就是你自己造孽。一个男人连碰都不想碰的女人，你牛什么牛？你牛我比你还牛呢。你牛是因为你明知松弛装坚挺，我牛是因为你想控制的男人他爱我，他爱我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样？你放开我！给我走！放开我！我告诉你，黄脸婆，我跟你没完！看我，你干什么呀你？顾小薇，你裹什么乱？你
我就是气不过他，凭什么欺负我们呀？他欺负人是正常的，这个道理你以后慢慢会明白，但我不希望你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明白。你也太窝囊了吧。啊，是他欺负我们，你骂我？律师就在他边上，你这么做是给不利局势上加码。你害怕什么呀？不就是一场子吗？被他抢了又能怎么样？你知道这个场子花了多大心血吗？你知道他一年营业额多少吗？你知不知道没了这个场子我将一无所有？一无所有？我站在你面前的，你说一无所有？你习惯用钱来衡量一切，对吧？对。守住那个场子，像我这样子的女人要多少有多少，我算什么呀？只不过是多给你做了两顿饭而已，我又产生不了营业额，我算什么呀？我知道你不回答是给我留面子，谢谢。总想着今生今世陪你一起到老，就算是别人再好我都不想拥抱。感情的风暴谁又能预料，而我却深深陷入他情感的牢。我来追我，说什么来生有缘我们还会遇到，我只想拥有你现在的每分每秒。梦爱却已退潮，那些过往的誓言早已随风远飘。曾经以为天荒地老，对吗？我们什么都不是。想得太好，还是你的爱可不可靠？曾经以为天荒地老，从你的表情上看，你一定是输了。你们之间打仗跟我没关系。300万，我买你离开他。只要你写一份从此以后不跟朱铁四发生任何关系的声明，就可以从我这儿拿走300万。我们做事儿从来都是挑明了做，之间的利害关系我也可以告诉你。一旦我们对付公堂，这一份声明书就足够可以让他一败涂地。而你拿着这300万也足够能够让你重新开始。要打官司，没有我这份声明你也可以赢。那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，现在是我跟你，只要你签下这一份协议书我就赢了。而你输得多么有利润，给我消失。你写。我决定了，我跟你做这笔交易。跟我想的一样，是不是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输得这么有含金量过？关键是不够爱，或者就没有爱，只是在模糊，弄得像油一样。所以出卖的也并不痛苦，对不对？你
从来没爱过吧？我家世显赫，小妹妹，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家族里面，任何一种感情都有可能被出卖，与其被出卖，还不如别有，省得给自己找麻烦。我说的话你最好别反驳，你可以好好思考思考，这对你的成长会很有帮助的。废话少说，拿钱。个人支票，到银行柜台就能取现。谁知道真的假的呀？你是真没见过世面呢，小妹妹。声明怎么写？很简单，表达你从现在开始跟朱铁四没有任何感情和经济关系。写上你的名字，再加上身份证号 ，OK 了。不用紧张，措辞也不用那么严谨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害怕。有什么可害怕的？只不过是人生的一种插曲而已。我害怕跟你做完这笔交易之后，我的脸上也会长出一张跟你一样的麻将脸。为了一段似有似无模糊的感情，值得吗？可那毕竟也是感情，就算褪色了，褪色的都模糊了，也比没有强。好，我明白，我可以加码，500万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害怕。有什么可害怕的？我害怕跟你做完这笔交易之后，我的脸上也会长出一张跟你一样的麻将脸。为了一段似有似无模糊的感情，值得吗？可那毕竟也是感情，就算褪色了，褪色的都模糊了，也比没有强。好，我明白，我可以加码，500万。5000万也不干。我可以输给人，但不可以输给钱。就这么牛气。
谁这么贱啊？过来找骂！老朱，小薇，对不起。别说了，无所谓。小薇，对不起，曾经说过要养你，可是以后兑现起来会很难，我要重新开始了。所有的股份都转到你名下，你拼个一无所有也要我输是吗？不管输赢，如果能够洒脱一些，我们反倒能做朋友。那个顾小薇到底给了你什么能让你这样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就觉着他需要我。你贱吗？或许你体会不了这种感受，当一个人能被人需要的时候，竟然会觉得温暖。我也很奇怪，为什么会觉得温暖？这房卡办好了，你还要吗？顾小薇，你无耻！你上当！无耻！你抢我婚，你抢我女人，你不要脸！你不要脸！都给我住手！简直是胡闹！
三个女人像泼妇一样你缠我打的，像个什么样子啊？组织性和纪律性她都去哪里了？中华女性的优良传统她都去哪里了？这种情况她是不允许的，任其发展是对社会有危害的，不加约束是有分大错误的。野虾，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这么说根本就解释不透，你明白吗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老朱需要你激励吗？人家是大风大浪里过来的，难不成还跟你学呀？啊，我也是这么说的嘛。你明知道顾小薇是举仗义之旗，他就真的想刺激老朱爆发，方法暧昧的主观上是真没有。你还帮顾小薇打圆场，你又不跟他们讨生活，你至于这么卑贱吗？啊！你看你现在这样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这副卑微的嘴脸特别让人看不起。你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你这样，我才上了顾小薇的当。谢谢你啊，弄出这么一个剑走偏锋的计划来激励我。你说我怎么这么没脑子呀？我就光想着刺激你，也不想想砸场面的后果，对你有没破坏力？挺好的，多出点时间来。至少能让我不被人遗忘。你骂我两句行吗？你这个样子我就更难受了。难受的应该是我，是我让你担忧了。老朱，我们达成个共识好不好？小薇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，我有我的套路。乱仗打出乱心态，我现在真的发现了，我攒这局的心态从头到尾都是混乱的。我是觉得你在衰退，我很难受。我看见华伟林他变得满脸是块，我也很难受，我都分不清楚哪个难受。更多一点，对你，好像是撒泼，对他，却是心酸。到现在我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帮谁了。小薇，每个人都是从简单变得复杂，又从复杂变回简单。好了，计划又开始了，这些问题我们回头再探讨，好吗？老朱，一年多没有起色了，你真没压力啊？没有，所以你不用养。哎，现在可有人议论你了啊，说你连女朋友都守不住，可真的是你回天乏术了。别说了，对不起，我这剩下谢谢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刘总说你真的有潜质，他看好你，他的企业不错，你以后别再乱递辞呈了。老朱，你是要跟我分手？SYS 已经提出，如果再没有业绩，一个月之后，他们就拿回我的代理资格。小薇，我可能这次真的无法东山再起了，人为了，事业也为了，让你跟一个毫无可取之处人在一起，对你不公平。老朱，我心里很清楚，我一直都很清楚，如果变得碌碌无为，你会
不耐烦。小薇，不要因为不忍心去委屈自己，你还年轻。老朱，我告诉你，你想赶我走，门都没有。你并不爱我，小薇。那你就当我折磨好人有瘾。之后勾引你们家华伟林吗？有什么呀？装什么好人？啊？你真的误会了。闭嘴！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识眉眼啊？要不是我今天难得发扬高风亮节，我能明知道你这样不识好人心，我还坐在这儿吕洞宾训狗吗？我就当你们俩是为我好，你们给我听着，还有你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这件事情以后谁都甭废话，我还就犟上了。为什么呀？不知道。小薇，我们理智的来分析问题好吗？当初你前妻给我开到500万，我都没有同意，何况现在呢？哎，陆小薇，老朱又没跟你谈买卖。行了。老朱，你也别分析了。说实在的，我们压根儿就不该来劝他。伟林，你听我说啊，我觉得你应该听我说。人一旦遇到了坎儿，就会畏缩，这都一样的。去年我一直找不到工作，我差点甩下沈宇就溜之大吉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？回家我跪求呗。老朱，你知道吗？为了在我跑路之后，让沈敏不会再来找我，我给他留了封信，记录的都是我当时的心情，全都是在为他着想。信呢？我怎么没收到啊？回家我剁手指啊！我临走的时候，我在我钱包里看到沈敏偷偷给我塞的1000块钱。我当时真的，我真的臊到我都想去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为他好，什么不拖累他，全都是狗屁，全都是给自己找借口，给自己的懦弱、畏缩，给自己不是个爷们找借口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是个男人，如果你是个男人，当女人没有说要走，当她没有说走这个字的时候，就不可以、不能、不应该说走。我一身猪板油味儿，你说她嫌不嫌弃？她烦不烦啊？她都嫌弃成这样，烦成这样了，她都没有说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把我当自家人。他才会嫌弃成这样来受着。老朱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走？
小薇，我们回家。晨晨，这是你画的呀？嗯，这是谁呀？我妈妈。近距离的看过你，钱让人借走了，挖疯了，是吧？啊，这是我儿子。你儿子都这么大了，叫叔叔。叔叔好。叫阿姨。阿姨好。你好。你们怎么回来办酒啊？得要沈宇帮我做的父母工作。不就是借个钱吗？
总不是你跟老周什么时候办啊？我爸双规了，先处理完他的事情再说吧。没事儿，正好结个婚冲冲喜。那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你要来啊？你结婚的时候我们也得去啊。行，那定下了。晨晨，跟叔叔阿姨再见。叔叔阿姨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真够强悍的，这样还笑得出来啊。老顾收的钱都已经交出来了，除了这一次，老顾以前从来没有收过钱、受过贿什么的。你不信，你们都去银行查吗？他干革命30年了，为家里攒下几毛钱吗？我不是抵触，我只是觉得有些人的猜测真是太可笑了。在云锦，但凡知道我家的人都听说过我跟我爸的关系。我是他在外头的黑账户，难不成我离家出走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帮他藏钱，藏着38万，我亏不亏啊？这次设备和采购对云锦只是一次简单的政府采购，对我公司只是一次简单的商业行为。若有疑问，我愿意全程配合调查，但若有人拿我跟顾副市长的关系乱做文章，我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这些人搞得你没结没了的，烦都烦死人了。阿姨，这都是正常的调查程序，不担心。要知道我们家老顾怎么样了。这人啊，真是不能犯错。现在单位我都不敢去，头都抬不起来。事情早晚会过去的，您不用太考虑了。老朱，听话得听音儿。说什么呢？这人啊就不一样，到底是亲妈呀，从不见面，一着面就能腻上。你有点姥姥样行吗？晨晨，来，我们上屋里玩去。好一个。孩子抱走好了，甭管我，就全当我没有养过他。出去吧，别管我，就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好了。哎，你们母女俩吧，都一个脾气，本来该好好商量事情的，还没开头呢，气就先跑了。有什么好商量的？
小薇跟我之前聊了也挺久的，就看您愿不愿意等顾叔叔的事情明确之后跟我们到省里一起住。他会有这么好心啊？你看，算了吧，我这个人呢，正经事儿屁大的本事没有，犄角旮旯的事情矫情个没完。我真跟你们住在一起，还不会被你们嫌弃死啊？哎，好吧，一切以您意愿为主。你就那么没耐心呢？你对小薇有这么大的耐心，对我就不能有一点耐心吗？拿主意的人不在身边吗？我怕出错吗？总得有时间好好的想想，就那么没耐心？你们一个个的都对我那么没耐心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阿姨。其实他以前也不是这样的，矫情归矫情，但脾气没那么坏。看出来了，总归都是小女人。可能是被我闹的吧。以前我让他伤过心。其实我爸比我要宠他，宠得啥事儿都不会，什么社会经验都没有，就觉着是全云锦最幸福、最娇贵的女人，但凡遇到事儿，就比谁都脆弱，乱得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恭喜恭喜，新婚大吉！祝新郎新娘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谢谢。奶奶好，伯父伯母好，伯父伯母好。这个青年没他们洒脱，这个青年没他们坚韧，这个青年在要结婚的时候他却临阵脱逃了，因为他很害怕。岳父岳母不好伺候是问题吧？公公太不着调是问题吧？没房没车没背景也是问题吧？这个青年这些都不是问题，可是他要在结婚的时候却害怕了，他退缩了。为什么？我想了一万个理由都解释不通，那只可能是因为不够爱。有勇气结婚就说明够爱，够爱就值得祝福，怎样的祝福都不过分，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应该值得祝福的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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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祝福你。
今天我非常的荣幸能够成为华海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。这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台阶，是一种肯定，更是一种荣耀，一种鞭策。我在这儿郑重的承诺，从今以后我会更加的投入的去致力于我的工作，让我们的明天变得更好。谢谢。下面我们有请钟丽梅总裁上台。华伟林同志呢是一个好同志啊，在那个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啊，与公司啊风雨同舟，生死与共啊，完全不计个人得失。钟总，钟总，您是不计他的得失吧？啊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伟林的好我都记在心里的，分割股份不就是一种报答吗？报答应该是真金白银的呀，这种股份这种东西没什么意思啊。沈宇，我说错了吗？啊，沈宇，你要对你丈夫的公司有信心嘛，是不是？我对我的丈夫非常有信心，但是我对这个公司没信心呀。不，不，你看现在公司不是已经开始走出困境了吗？挺好的，现在。对不起，五点之后包厢会就不按三折算，你还去吗？哦，不去了，我们一会儿还有事儿呢。啊，谢谢啊。啊，一会儿我还得去见一个客户，今儿就送不了你们了啊。好。那个，改天我请你们俩吃饭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啊，沈宇，你呀，对姐姐一定要有信心啊，肯定能成功的。那你们接着玩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小心开啊！连做晚饭的老师真行，刚扭转的亏损，节省些呗。现在我们家一共就9万块钱加点儿，就算存活期一年得2000多吧。他要说借钱不还还行，我还有点幻想。现在一家伙成股份了，打水漂了。刚扭转的亏损就该盈利了吗？华伟林，你是骗我还是骗你自己啊？你们公司现在一共就俩人，是扭亏呢还是根本就没本可亏啊？老朱分手之后没人管了吧？赶紧趁吃完走人啊！啊，这顿饭可是我买的，吃的满嘴流油还不念个好，都又不是给我买的。那你也不至于把老公支走吧？没想到吧？你那个短信，其实他根本就没看见。短信来的时候他正好去水房洗澡了，回来的时候短信已经让本宫给删除了。进屋的时候特查一查，一定觉得他把我支走才对呀，怎么反过来了呢？沈宇，你看看，我买的是3人份好吗？就算你一张嘴吃了俩人的份，那也是3人份。
我压根就没想避你，你心眼乱转的，鸡不鸡贼呀、啊？猥不猥琐？你不猥琐，你往家里电话打呀？你为什么给他发信息啊？你俩都结婚了，用得着这么紧张吗？婚前跟老公有过暧昧关系的女人一定要防着，特别是你这种辣手的女人。我就是来省里办点事儿，顺道看看你们。办什么事儿？幼儿园的事儿。靠谱啦？嗯，应该差不多吧。那还真是得恭喜你啊。不过你要小心啊，不要残害祖国未来的花朵。谢谢啊。走了。小白。嗯。生活靠死皮赖脸的争取，不难受吗？想要的生活，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。其实你喜欢小孩，你承认吗？我的幼儿园会让你有一种向往，因为你活得很单调，所以你向往身边可以叽叽喳喳的，一会儿惊一会儿喜，乱得应接不暇。思雨忍不住过来看看，看到孩子们叽叽喳喳的，有些手足无措，就像当初面对晨晨一样。不过真是这样，和他们在一起，就觉得什么压力都没有。早前我们流掉过一个小孩，因为我，因为当时我害怕，我害怕。是因为我缺乏能力抚养，或许现在也没有，但是我仍然挺后悔的。知道，你在用你的精力教育我。其实留掉孩子我也挺难过的，但我不后悔，我得踏踏实实的挣钱，挣几年钱再回去就好了。别有太大的压力，别把拯救世界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扛，你就一普通人做点普通的事儿，应该有什么不应该有什么，顺其自然，高兴了把酒当欢，寂寞了就跟这次一样来找我。我的确该谢谢你啊，给了我一个释放的窗口。你是不是在期待旧情复燃？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黄范儿，那些曾经经历的开心的不开心的，但凡成了故事就都挺美好，所以再次重逢心里就会激动。所以你依然在怀疑这种感受的真实？感情啊，它是个很微妙的东西，你身在其中的时候，它就像一个呆板的城市，一旦你离开了，你就会想，牵肠挂肚的想。真是这样？
其实我也挺想我男朋友的，一直跟他怀过一个孩子，等挣了钱回去对他好点就对了。我得走了，明天要开会，一早得会上你。客户说往这过来了，五分钟左右就走了。那我现在去包房准备一下。小薇，华伟林，你好，回来看你爸。哦，我们公司这日开展了一些业务。你等我一下，我跟他聊两句。你也太对不起我了吧？啊，我说你回来也不给我打个电话是吧？今天还挺高兴的，陪你玩了一天，还巧遇到老朋友。晚上该失眠了。我们家那片停水，我在你这儿洗个澡吧。好。谁啊？要不是在歌厅外头的咖啡座上遇见，我还不知道他常驻云锦了呢。之后就有了些正常的来往。他喜欢小孩，所以经常到我的幼儿园来，我们也就聊聊家常，说说话，仅此而已。所以听说你怀疑我俩有奸情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就想着策划那么一出闹剧教训教训你。他要是没被勾引，我就拿暧昧场景吓人；要是被勾引了，我就假戏真做，我豁得出去。问题是豁出去了我还未遂。我说得够清楚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云锦啊？拜托，叶霞的脑子不比我妈好使。所以你就故意设计整我，是不是还想假戏真做呀？你有病吧你！睡你老公边上的不是我呀！你出来嫖娼！你说什么呢？你我怎么了？我说，你有必要把话说这么难听吗？华伟林，你才挣几个钱呀？啊，就开始保暖私隐欲了是吧？那你得问你自己，你这个当老婆的当的合不合格？那不讲话了吗？你们都别闹了，你们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啊！都抓现行了还解释？报警！信不信我报警抓你们俩？对，报警，报警了才解气呢！你他妈闭嘴！把话说这么难听干嘛呀？什么嫖娼啊？我就是一个点歌的，我没这个服务。哼！那你们……对，是我自愿的，因为我喜欢他，我爱上他。华先生是个好人，他一直都很照顾我的生意，每回来都点我的包间，也不像别的客人喝多了就爱动手动脚，相互熟了
我们私下也愿意坐在一起谈谈理想，聊聊天什么的。你是他老婆吧？听说你有一个五年不要孩子的计划，让他很有挫败感。哼，你跟我都没说，你跟他说。他没跟我说什么，他都在说自己没能力，你做老婆的不尽义务，他却责怪他自己。因为我觉得他是好男人，所以我爱上他。小薇，我们是爱情。我每回上床都是自愿的。小薇，警察来了我也这么说。我不是三陪，我是跟你处感情的。阿莲，我要你告诉我，你跟他究竟什么关系？他长那么帅，他需要花钱找女人吗？华伟林，我要你自己说。抱歉，必须抱歉。他不是做这个。真行，你就算跟顾小薇出轨，我都觉得还有仗可谈。现在让我手足无措，太让我心寒了。连搞个婚外情，你都搞得这么没品！谁呀？我是曹总，孩子们都食物中毒进医院，你赶紧出现吧。什么？我马上回去。干嘛去啊？你管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你们以后谁都别烦我，你们这脑子破事我没心情管。老朱，我这终于肯露面了哈！这小半年的不露脸哈，不会是去做整容了吧？老朱。马上绑定民政局登记，免得他又跑了。哼，放心吧，我跑不了，我马上就要成为你们的股东了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之前我总说还没有到露面的时候，是真的。不能成为对你有用的人，我就没有信心露面。还好，现在可以了，要不然再躲下去。就真成老妈子了。股市到了6000点，我清的仓翻了2倍，期货也是挣到转点时，把卖公司所有的钱都砸了进去，干了票大的。相信我，对市场的敏锐，本宫无人能及。告诉我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要不想让儿子变成二世主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有钱投资，没钱花。相信我，账上多了几千万，银行的脸色也会好看一些。相信我，所有号称楼市会跌的人，也都是急着买房的人。你们先吃，我去个洗手间。晨晨，
给我透露透露呗。你妈最近没问题吧？楚婆婆，给我透露透露，你还喜欢我妈妈吗？嗯。那拜托你快一点，赶紧娶她做老婆吧，要不然我会烦死的。是不是啊？为什么？缺男人呗。我个人认为，靠直觉做决策是不负责任的。这位帅哥，说这话的时候，请考虑一下新股东的情绪。楼市的价格曲线呢，预计已经开始下踏了。大哥，图形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市场不明朗，我建议投资者暂且观望。这位单身老伯。女朋友能否成为合格的老婆，结了婚之后才知道。观望只能导致一个结果，她成为了别人的老婆。我们专家的责任是尽可能提供完整的数据，进行尽可能的准确的分析。所以，让我们把话说完可以吗？当然。当然不可以。专家的话都是废话、空话、模棱两可的话。图一乐可以用来参考，就会死得很惨。你知道我凭什么吗？就凭我是女人，女人都是不安的动物。要是没有一套实实在在的房子在手里，她们就会很不安。女人一不安，就会搅和的男人也不安。说呀。男人一不安，就会郁闷到连他的父母也跟着不安。有那么多人都在不安，房子会愁卖吗？房子不愁卖，房价会跌吗？这么简单的事儿需要分析吗？可事实上有很多楼盘已经在计划降价促销了。降呗，降一段时间之后再涨了，稍稍一涨，买了的被女人爱死，观望的被女人骂死，有钱买的赶紧下手，没钱买的勒索爹妈，都是恐慌性入市。现象很丑陋，但真真切切，女人不除，房价不跌。这女人也太强悍了吧？不，是中国女人太强悍了。跟你说个好消息，拿地了。还当回标王，京西地产这回出大名。你们真听我的啦！哎，靠直觉做决策是不负责任的，更何况女人所谓的直觉，压根就是一厢情愿、死主观，压根就没有任何准确性。你们哄哄我高兴，哄哄我就行了，给个面子就完了，怎么真的听了那些歪论就往上扑啊？哎，你一会儿天上雪地下的，是不是夸张点？不是，我不明白啊。我就是一个梦结束了还想缠绵的傻女人，一个回头没有退路往前怕迷失的弱女子。你们凭什么把我当回事儿啊？凭什么把我当回事儿啊？拜托。所以啊，凭谁？故作强悍，凭谁？你把陈真心送回去了，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我是来工作的，以后大家都单纯点好吗？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你，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？可是你打我的脸了，你知道吗？对。我是在故作强悍，可是这很不容易，你为什么要拆穿他？我只想在你冷的时候能够抱着你。
我不再是以前的顾小卫了，我伤了乳房，残缺了。在我印象中，顾小薇就从来没有完美过。我不是因为赚到了钱，所以才赶来找你，而是因为等候到失望。其实挺脆弱的，脆弱到期待对方来栽，期待对方能洞察我虚假的逃走，脆弱到不再期待的时候，一个电话都不敢打，生怕亲耳听到一样的答案。对不起，爱情不再期待的时候才来找你，我对我自己说已经很强了，最起码是个股神，拥有超强的能力。于是我骗过自己。但至少你知道来找我。我只是要一个平台。多接少点，又能怎么样呢？爱情不再期待的时候，我就找不着北了。我就会乱来，你受不了的。我早就习惯了。别管我，给我一个平台以外什么都别管，求你了，否则我会逆反，会很讨厌的。老朱，我横插进来，强架着你做了购地的决定，这种心态很不健康。如果输了，我拿我自己赔给你，如果你还要的话。